日行一善，救济穷人，主会保佑你的。日行一善，救济穷人，主。哎，要小心呐、啊，主常会保佑你的。谢谢啊。嗯。主会保佑你们的。嗯。先生，日行一善，救济穷人，主会保佑你的。哎。小姐，日行一善，救济穷人。哎，我的妈呀！给我来份报纸。哎，先生，日行一善，救济。先生，日行一善，救济穷人，主会保佑你的。那是保佑你啊，不记得我了。去哪儿啊？闪！金蝉脱壳啊！我看你有几层皮。没事吧？迷路了。没路跑了吧？大家都是行走江湖的，给个面子了。嗯。大不了我把这些都给你。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嘛，我要你。20块不贵了，到哪儿找这么好的货色，人间天堂都没有了。来来，去吃拉倒一点。它又白又嫩又滑呀。哎，20块包全套？当然是全套了啊，保证你欲仙欲死欲罢不能。哎，干嘛？不全套啊？全套也不能在这儿啊。哪儿啊？楼上行。楼上有办法。来来来，啊，快快快，我等你啊。啊，等着，很快很快，走了。去哪儿啊？换地方啊。难不成你让他下来找你啊？哎，走啊。那你要答应我，偷到的东西分我一半。哎，凭什么？你们两个守着，你们几个站在这儿，看到那个男的。那你要干嘛？他穿着西服，戴个眼镜，留片胡子。不，没留胡子。不，留胡子。好，你帮我一个忙，我去分你一半。给我仔细的找，不许放过一个人。啥事？先生，你看先生，没天理了，有人连交我的钱都抢。什么人？一个男的，那么高，咖啡色的西装。是不是还有一条背带裤？是有一条背带裤。人呢？在那儿。哪儿？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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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那个有胡子的，不，就是那个没胡子的。真有你的。走吧，你等我一下。干嘛？坐车比较快。这你也会啊？停！你在看什么呢？有古怪。喂，拿去。好嘞，那就谢谢先生了。哎呦呦呦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